放乌龟出来散散心，把阳台门关了，不让狗子骚扰。然后发财就一直坐在那儿看着乌龟。对乌龟在阳台散步这件事情上，发财是相当的不满意。叫什么啦？你家乌龟玩一会儿呀，你小气鬼，它晒晒太阳的呀。你还有一只乌龟爬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只有一只乌龟了，发财，还有一只乌龟呢。今天的晚餐是发财的羊排，反正他也不能吃，那就我们吃。妈，我闻到膻味了。我没有皮肤病，坐好等，我已经坐好了。你也坐好啦，也等吃啦。羊排到时候给你们吃一点骨头，好吧？撒狗。鱼到货了，买了两件。哎呀，这个屁股后面不是应该有一个恐龙吗？怎么没有了？好不好看？买了两件，我们试试看好吗？来吧。雨衣是四角的，穿起来就会麻烦一点。没下雨，穿雨衣干啥？哎呦，我操！太小了，有点小。哎呀，这是最大的尺码，依然紧身了一点。胖子买衣服实在是太难了。我靠，后面就不穿了，你看已经包成像粽子一样的了。啊，太小了，下面不能的吗？你自己看呀，不动不动不动，发财不动，发财不动。哎呦，侬真的是干啥闹忙啊？发财。就是变紧身衣的这个。这变紧身衣好，下面不会淋。发财，你这个下面能够不能够的？哎呀，那也不行哎。你下面就不包了呀？不包不是要淋湿的吗？你上面淋呀，下面不淋的。哦，那下面就不包了。看起来帅不？我马子大也没办法。此刻是晚上十点。你这个懒女，还在睡？我要出去尿尿了，你快起来，别耽误我狗生大事。我也知道十点了，可我就想躺着不动。这个家里就属我最勤快。叫老头去，发财，去找老头。走了好吗，发财？走了好吗？出去了好吗？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好吗，姐姐？哎呦呦，姐姐干什么啦？姐姐出去了好吗？好不好？我们出去好吗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神经病！啊，出去出去出去！累死他了！神经病两个。